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将要来临的时候，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心都在向往着苏联，向往着莫斯科。11月2日，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苏联的党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同志欢迎毛主席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中苏80,000,000人民的心永远在一起。洛夫主席陪同毛主席检阅仪仗队。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受中国人民的委托，来到莫斯科，向我们的苏联兄弟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福。1949年的1950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遵守友好革命扶手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遭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的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毛主席和苏联的负责同志们见面。毛主席和各国外交使节见面。毛泽东同志和代表团全体同志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久经考验的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以苏联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榜样。毛主席和代表团全体同志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罗西洛夫同志。苏联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坚强堡垒，不断加强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毛主席和代表团全体同志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鼓舞了各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人民深切地感谢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各方面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这是中国代表团赠送给苏联人民的礼品，
每一件礼品都凝结着中国人民无限的感激和敬意。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代表团全体团员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献花圈致敬。11月6日，伟大十月革命节的前夕，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庆祝大会，60多个国家的党和劳动人民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的象征。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товарищи рабочие, колхозники, интеллиген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ши дорогие зарубежные гости, прибывшие. 赫鲁晓夫同志做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报告，指出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回顾了苏联40年来走过的道路。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горячо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большим и радостным праздником 40-летия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报告的最后部分认为，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瞻望未来，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面临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任务上，党和人民怀着坚定的信念和对自己的创造力量，对共产主义远景的胜利的深刻信心，解决着这些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话，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节日，我和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全体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致热烈的、敬礼般的祝贺，敬向在座各位同志和朋友致以热烈的、敬礼般的祝贺。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сплоченность и дружб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во главе с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великое знамя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Пролетарии и миролюбивые народы всего мира,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花朵是我们事业的未来。花朵班的少先队员们来到会场，向革命先辈献上美丽的鲜花。莫斯科各界劳动人民集会，热烈庆祝十月革命节。采娃同志致辞，向各国来宾表示欢迎。他说，十月革命不仅是苏联人民的节日，而且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宋庆龄讲话。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当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以庆祝自己的节日的心情，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能够同苏联人民一起欢度这个节日，感到无比的相当和愉快。我将代表中国代表团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表示最热烈的祝福。普天同庆的伟大节日的当天，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光荣归于伟大的苏联军队，在这支百战百胜的队伍里，有着40年前彼得堡街头缠着红袖章的赤卫队员，也有着高举红旗最初起义的俄罗斯士兵，有着打垮了国外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也有着被法西斯奴役的各国人民的解放者，有苏联共产党所组织和领导的苏联军队，不仅在保卫着苏联的安全，而且在保卫着世界各方的和平。
参加观礼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中，有曾经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中国战士。红色的小月亮，红场上奔驰着一列一列巨大的火箭炮，让一小撮战争狂人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去发抖吧。和平的力量不可抗拒，社会主义的阵营坚强如钢。走向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四十年来，苏联人民走过的道路，是各国人民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的光明大道。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Ура!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ир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народами! Ура!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нерушимая дружб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Ура!留学生和实习生心里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满足，他们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了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向留学生和实习生们问好，对他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两个人造卫星上了天，68个国家的共产党到莫斯科来庆祝十月革命节，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敌人也有个头，这个头就是美国。世界的风向变了，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的声音是祖国的声音，每一句话都在远离祖国的学生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力量。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期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发表了宣言。同时，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又发表了一项和平宣言，号召给世界以和平。和平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力量能够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全世界的一切人们，可怕的杀人的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我们更高的举起保卫和平的旗帜，让我们载歌载舞跨进十月革命后的第41年。
儿子列宁主义万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万岁，世界和平万岁，中苏友谊万岁。